门上下闸是惠通河上现今保存最完好的节制闸。京杭大运河给沿岸带来了几百年的兴盛与繁荣。南有苏杭，北有临漳，临漳的漳即章丘。章丘是运河名镇，是运河沿岸的大码头，往来船只络绎不绝，在明清两朝繁荣昌盛达500年之久。明清运河漕运的全盛时期，排队过京门闸的船只不计其数。在建闸后几百年的时间里，曾有107位进士担任过一个小小的闸官职位，可见当时京门闸的重要性。《阳谷县志》中记载，京门上下闸在阳谷东北50里，元大德6年1302年建。京门上闸位于阳谷县章丘镇上闸村西，明永乐9年1411年重建。800米之外是与之配套的京门下闸，建于元大德3年1299年。史料记载，其长广度等同于上闸，于明永乐9年重建。闸体全部用青石条筑砌，石与石之间用生铁扣相连接，坚固异常。船闸管理有一套严格的办法，含闸钥匙掌握在捕河厅，一起一闭叫上闸钥匙，领下闸钥匙。先放良船，后放明船，无船经过时，两道闸门紧闭，中间的河道即可锁定水位。通过阶梯式船闸的管理体系，汇通河这一段实现了完全由人工控制河道。京门上下闸是研究运河水利发展历史和漕运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。大运河阳谷段在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4年，大运河阳谷段及水利设施遗存京门上闸、京门下闸被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